他们再来，我们也狙了。哎，妈拿走！哎，人头，体力平 A， 给我杀！体力，武技大师没死啊！哎，可惜了，那小花毛闪现怎么飞了呢？我得吃三个兵经验，要不然我这不太行啊。武器大师带的药。我依你一下，起立。我依你一下，起立。平 A 余震。恶心他。恶心恶心，학살중입니다。谢谢风速雨的五个半卡。我主什么呢？给点建议来，你们觉得我主 Q 行不行？这就有点过分了啊！哎呀，학살의전열아기다려라，皮还出不出来呀？这个兵线感觉会往出推呀。那我们控一手吧。
就这水平啊，这要亮什么牌呢？도저히막을수없어오오气力，回家啦！咱们先来个布点孩吧。武器大师没了，玩赛音玩对了，兄弟们！啊，我跟你们说，玩赛音玩对了。气力，爱推，炸！哎呀，真吓人呐！我赶紧闪一手啊！哎，我踩你的地沟油！他俩是不是欺负我啊？啊，他两个人是不是欺负人啊？欺负我笨是不是？我一会儿我就卧龙凤雏，我告诉你，不用欺负我笨。你给我起立，唰！哎呀，真恶心，莫干了。你还在呢？我死了。谢谢唐德鸭的四个大飞机，谢谢唐德鸭。本来我们一波完美单杀，一波点燃庆祝一手，给他单杀了。莫干辣又搁右边呢，他俩我看出来了，还拿我当突破口了啊！但是没有用，我们太弱了，打不死。这本可给我一顿敲啊！
opportunity. Double kill.走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屎吃，吃口屎的。看来是没有，嗯。哎嘿，我炸！回家冰拳，冰拳以后来个振奋还是紫炎之力呢？嗯，先来个魔抗吧。发车了！哦，起飞！炸冰哎，点燃起立，给我掏金克斯啊，起立，中队，还好我们支援了过来啊。我上去了啊，你们随意，我上去了。虚区真低呀、啊。还能吃一层，哎，我爆破呢，爆破在中路用了，我给你那啥，我给你扛塔。哎，真他妈的笨呐！我操了，是真笨呐！我是个笨逼。医患可以接受啊，我来振奋吧。不行。我得来紫炎之力，那嗓子这么笨呢、啊？哎呀，这个笨蛋呢、啊！不过武器大师这个英雄，你们应该可以看出来，屁用没有，啥用也没有。如果是和平平稳发育的话，这英雄很弱很弱很弱，一个破败。进场没有两秒钟，人没了。A 不出来。
起立啊，撞，想杀我，以你的伤害想杀得了我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来，紫炎之力，赢没赢？这不二换二，还行吧？这好像不太行了，五阶大师去的有点快呀。把杀口给杀了，紫炎之力出完，我们来个石像鬼。这种大屁股就应该是这么的右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波可以要，武器大师没有传。起歪了，中，给你了，咱就不要了啊！我给你扛一手啊！谁也别想在我的面前杀我们家的队友！来，那武器大师现在带来。追踪啊！这还不追踪？我沙漠干辣，玩球，怎么会团灭了呢？打完峡谷先锋不来中路放峡谷，赶紧中推跑去他妈单带去，哎，武器带就让他带呗，真是玩这种东西吧，就容易就带不了节奏，你知道吧，这是最难受的，不听话，那武器大师装备没有，赶紧让他带，磨磨唧唧的又他妈跑下路去，你说你让俺们家优势这么大，老让人抓，老让人抓，老让人打，老让人打，对面是一直跟你打团，我们家反而一直不团，那是为了啥呢？那是因为啥呢？机器人死的多冤，城市有点毛病，真的纯是有毛病。来呀！
你一会儿那 ADC 能打动我了，我跟你说你再团都团不动了，快点放先锋。来呀，他有传送。这还不开？我操了，真是！哎，我跟你们玩游戏真累呀、啊。那先锋马上都撞了，还不开团，还他妈搁后边瞅着，瞅啥呀？我真要气死了！我跟你们玩个游戏，我他妈真的是要脑血栓都气出来了，纯是有毛病啊！放完先锋人跑了，跑啥呀？还行，这回龙能打不？小龙吧，这不打赢了吗？谁死了？机器人死了。死了辅助无所谓嘛。沙扣咋不走呢？泰坦交闪现，低分段是这样的，都摘了脑袋玩。他们都钻石了，那也不是说脑子缺根弦儿。对，确实，钻石的分段跟我们比，确实是低分段。来呀！泰坦一共三个视野，全部放在了一个草丛里边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泰坦的视野，我们家排视野排的是干干净净的，那出来打基本上是随便打。你说你跑去跟他单挑什么玩意儿了？服了，我都是服了，大哥呀！先别开啊，纯是有病！你跟我们过来开人儿啊！我们先控一手武器大师啊，不要让他杀我们家小黄毛。我今天点盐是必须给你套的，大龙啊，大龙啊，不行就不管他了呗，管他干嘛呀？打完大龙就中推呗，那武器大师带线没有用的。现在节奏快，带线他也带不动。
我再来个重伤反甲吧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行。我有十项鬼。你越跟他单带越给他机会，那英雄就单带英雄，你可以守线，但你用不着跟他带，跟他带没有啥意义，一个兵子又打不过武器，他也不是出那种冒着的，他还出的是那个你们喜欢杀我，我这又鱼的又这又那的呀。哦哈，兄弟们，我已经扛足了伤害，看你们的了。嗯，现在看你们的了。漂亮，我给你扛着，给我杀回来。哦，杀口感觉要被烫死了，杀口，哎呦我十二滴血，杀口，谁也别踩啊，这地沟油谁也别踩，全给你烫死。小龙没了，没没吗？没了那能咋办？没了就没了吧。我们推上路吧，我跳弹顶一手，那啥顶一手控制，这家伙这是要抓我，不能让他们给抓了啊。下路推呗，反正有机器人呢。你真来顶自己，哇，你给我死。我石像鬼，你打吧。没个招啊，他秒表了，我锤锤锤锤锤锤，快保一下小黄毛，漂亮，杀扣杀武器大师，玩死了，天啊，这不是带的好啊，他秒表被我打出来了还不行啊，他秒表都被我干出来了，我差点把这金克斯杀了，差一点点。谁也不给他们点赞，一群精神病，算三了。